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应海荣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昆虫中的音乐家钟思。在钟思总科中啊，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蝈蝈和纺织娘了。蝈蝈是钟思科一些大型鸣虫的通称，可以发出蝈蝈蝈的声音。纺织娘又叫落尾、梭鸡等，可以发出吱吱吱的声音，好像织女在用纺车，因此被称为纺织娘。在夏秋的晚上，我们时常能听到它们在草丛中唱歌的声音。不过与鸟类等音乐家用喉咙唱歌不同，钟思呢是通过两叶前翅相互摩擦发出声音，而且只有雄虫才能发出声音。下面我们就在唐代诗人李白的《长相思》中来看一看落尾夜鸣的那个秋夜发生了什么故事。《长相思》其一，唐·李白。长相思在长安，落尾秋啼金井阑。微霜凄凄殿色寒，孤灯不明思欲绝，卷帷望月空长叹。美人如花隔云端，上有清明之高天，下有露水之波澜。天长路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。长相思催心肝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李白的《长相思·其一》。这首诗啊，描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。诗中写道：长长的思念啊，我思念的人在长安。秋夜，纺织娘在雕刻华美的井栏旁边凄切地鸣叫，薄薄的一层秋霜散发着冷意，让竹席都变得寒冷。一盏幽暗的孤灯下，是因为思念而伤心欲绝的我。我卷起帷帐，望着明月，只能长长地叹息。如花一般的美人，如隔云端一般渺远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上面青色的天空高不可触，下面清澈的水掀起万丈波澜。要想见你，天高路远，即便在睡着后灵魂得以脱离身体朝你飞去，却是飞得再辛苦也难以逾越这重重关山。长长的思念啊，把人摧残得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。这首诗以异地情郎的口吻描写对远在长安的恋人的思念，一共有两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通过秋虫哀鸣、秋霜寒冷等环境描写，写出孤枕难眠的相思之苦，这是让人悲痛欲绝的思欲绝。第二部分通过描写天长路远，即便梦魂飞翔也是青天难攀恶水难渡，写出终生难见的相思之苦，这是让人肝肠寸断的催心肝。第一部分的落尾秋啼具有强烈的环境渲染作用，落尾哀鸣止不住，声声都是相思苦，从而落尾秋啼呀、便像杜鹃啼血一样，足以表达痛到极致的相思之苦了。这首诗将秋夜凄苦的环境氛围和魂飞难抵的浪漫想象相结合，把相思之情写得如泣如诉，缠绵悱恻。因为这首诗呢是李白被赐金放还后所作，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别有寓意。美人指的是唐玄宗，李白是以男女相思之情来抒发君门九重之感，进而表达他难以实现理想的这种苦闷。
但无论是作为爱情诗还是隐喻诗，这首《长相思》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佳作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按照饮食属性啊，中思可以分成植食性、肉食性和多食性。其中植食性中思喜欢吃瓜果、豆类等食物。南宋画家韩佑的《中思眠蝶图》就描绘了两只中思在瓜藤上觅食的场景。蝶指的是小瓜，在这幅画中呢，弯弯曲曲的瓜藤抽出嫩绿的藤尖，墨绿色的瓜叶簇拥堆叠，一朵白色的花开得正艳，一颗熟透的瓜散发出诱人的果香，两只闻香而来的中思正在觅食。在茂盛瓜叶的掩映下，一株杂草已经抽穗。这两只中思分别是翠绿色和金黄色的，它们的触角细长如丝，翅膀宽大后长，后腿健壮有力，腹部呢充实饱满，看上去非常的健康。中思眠蝶图描绘的是中思觅食的场景，但寄托的却是人们多子多孙的美好期盼。因为在我国文化中啊，中思和眠蝶都是繁殖能力强大的象征。中思的成虫寿命只有3个月，但是每头雌虫却可以产卵数百粒。诗经周南中思当中记载，中思语深深兮，宜尔子孙真真兮。意思是说，中思张开翅膀飞翔，你的子孙众多，家族兴旺。到了明代，皇室建设紫禁城时，特意建了一个中思门，意在期盼皇室多子多孙，帝座永延。眠蝶是指连绵不绝的瓜，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，绵绵瓜蝶，民之初生，自吐举期。一根连绵不断的瓜藤上结出了许多大小不同的瓜，同样具有不断繁殖的意思。在古代，因为生产力低下，人丁的多少和质量决定着家族的兴衰，所以古人都希望多子多孙。他们将那些繁殖能力强的动植物融入诗歌、绘画等民族文化中，来寄托他们种族繁衍、生生不息的期望。小小的中思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，人们除了把带有多种浪漫寓意的中思写进文艺作品中，还把歌声动听的中思当成玩物进行饲养。面对多子多孙整日歌唱的中思，人们除了喜爱，应该还有些许羡慕吧。